万历年间，东陵党在朝中失势，齐楚各三党联手，将东陵余党赶尽杀绝。而后，三党归顺东厂，祸及朝纲，史称燕党之乱。三党回乱之初，大肆清除异己，原为皇帝亲军的锦衣卫，竟得为三党之杀气。 时任锦衣卫镇抚使刘其中受东陵一命，责令锦衣卫上下绝不向西楚这三党称臣，致使被举家灭门。老爷快走！行刑者众多，其首唤名金罗刹。 冲出去，送去太行山，不能伤一分一毫，永远不可见光。老爷，那您呢？海下不用管我了。走啊，走，快走！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尹琴，你们还有王法吗？啊！你知道这些话一查会死多少人？带走。是。啊！干！我不走。我知道你们的手段。当年杨连大人铁定入炉，我历历在目。 太祖建立锦衣卫是为了巩固他的皇权，可现如今大明上下200年，如今要毁在你们这些人的手中。我没有杨大人的股份，但是我不能做亡国之奴。 万岁爷，大明的恩德，臣来世再报。老爷，大人，怎么办？把画卷带回北镇抚司。是。
收。老爷，老爷。卢大人，这是这几个月的账册，小人已经亲自的审核整理过了，请您过目。陈渊，案子没办好几件，账册的钱却动了不少。太祖十五年设锦衣卫，到了我们这朝，镇抚司，竟剩下你这种人，我们大明王朝还有希望吗？卢大人，您说的对，所小的以后啊，还要靠大人多多提携啊。卢大人，陈大人，陈渊在。这账册，我替你送到账户去。多谢大人。对了，何文秋，何大人的公子爷，怎么样了？啊，按您的吩咐，在南司统理注册库。您上头的人，我一定安排妥当。你自然会办妥当。可你得告诉底下的人，这招子给我放亮点。是。何禄虽是个总旗，可这个总旗和其他总旗不一样，怠慢了他，我可保不住你。明白，明白。宋大人，大人，说说说说说。陈大人，林参议家的逆党证物已经在验查，书院里那些暗讽正式的画师也被缉拿归案。领差吧，大人。马上年关了，我的兄弟们都想领份大案子，明年的晋升平和，捋的文书也想漂亮点。要不我启奏皇上，把袁崇焕调回来，派你去平多尔哈赤。大人，卑职只是。尹谦，如果这个总旗你真的不想当，我派你去浣衣局当个整班如何？大人，所有文书上面的功劳，我们都写您的名字。我们兄弟没日没夜，每天都在做事。混账！这样吧，年轻，年底百户有缺，我见你尽职，如何？年轻，定鞍前马后。先别着急。百户有缺，那是因为现在的百户做了千户的位置。那我问你，如今的千户去哪儿了？小人不知。我告诉你，如今的卢千户死了。大人，这可是。不敢。行，当我没说啊。你几时进的京？家里旱灾，地全都荒了，男丁都去充了边军，我是靠着你的关系才入京当了锦衣卫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查到京罗刹是谁了吗？我还无权入注册库。哎，那你要升了百户，行事应该会方便许多了。哇，哥，这是谁啊？金罗刹由我来找，报仇之事无需你管。我这有银两，你即刻回家。哥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势单力薄，我来了能与你国照应？我说了，回家。
我不会拖你后腿的，放心吧。走了。 爹，今儿你第一天当差，按律，这注册库校尉3年以下不得入内。不过你不一样，你们俩，大人，带他进去看看。是。哎，好好教教他。明白。 谢大人。嗯，你们四处去看看。是。刘家的灭门案宗会放在哪里？在这等着。 这是哪个案子？这是……你敢烧案宗？不，不是我，是他跟我，还敢顶嘴？我冤枉吗？我什么？你这找打！你这！ 邢姑娘，您慢点啊！邢姑娘，我这一来好料，我立马派人送到您府上，供您亲自挑选。谢谢掌柜的。哎，不用，邢姑娘，请慢走。是你，小姐，怎么了？ 围起来！
若兰小姐，若兰小姐，敢问何总旗，您这是要查我的车吗？那倒不是，我这也是为了若兰小姐安全着想。我刚从车上下来，您就要搜查，莫不是要去家父那儿告我，与那贼人有关联？那倒没有，只是最近贼人多，我就是想提醒若兰小姐多加小心。 那既然没事儿，你们再复习搜查一下。是是是。我看这天色渐晚，若兰小姐还没有恢复，我何某人也没有什么事儿，不如……何总，请慢走。嗯，行，告辞。回来，都给我回来！ 跑哪儿去了都？小姐，老卢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内急。行了，快走吧。哎。 怎么回事？尹总起，我正要找你呢，林参议的案子上面交给我们了，这政务理应是我们的，可是兄弟们不给面子，干脆谁也甭要了。上，慢着，私自毁坏证，把卢千户和陈百户置于何地？老子宰了你们！啊！住手！把刀都收起来。陈大人，是他们欺人太甚！收起来！ 大人，我……大人，何总起，卢大人把案子都交给您了，您可别耽误了。哎呦，多谢陈百户，差点耽误正事儿。何某告辞，改日再叙。带走。是是。 准不准？准！准不准？来，厉害！当然，我敬你们酒。来来来，哥，喝酒！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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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店家，上酒。
爷们儿，哎，哎啊啊！听说会吹笛子？啊，是大人，给大伙吹一个助助兴。啊，好。哎，春满楼那头牌那小百灵唱艳曲叫什么来着？就那个，哎，大人，我不会。嗯，不会。要不这样，大人，我敬你碗酒。不会你就别喝了，回去学去，学会了回来给我吹。何路，你别欺人太甚。尹宗起，哎，我这教育手下呢，还劳烦您操心啊。哟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他哥，哎，那你也应该会啊。要不你给大伙吹一个助助兴啊？是呀，何宗起，这尹宗起可不方便，这早上刚挨一大嘴巴。哎呦，对呀，哎呀，这大嘴巴。一帮大姑娘，回去带孩子去吧。嗯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一帮大姑娘。不对，走了，哥，打起来，别动，别动。打几个大姑娘还用刀？把他放下！大人，我哥他只是……起开！卢千户，这事儿咱得说道说道吧。千户大人，此事我不推。锦衣卫打锦衣卫，陈渊，这次镇抚司出了大名了。千户息怒，是小的失职啊。卑职一定查清此事，还何总旗一个交代。查？哎，这事儿还用查吗？陈白虎，事儿是你们北司挑的，伤的是我们南司的人，这砸的可不是我呀，卢千户，这砸的是咱锦衣卫的招牌，打的是咱锦衣卫的脸。你，反正这事儿，您看着办吧。啊，当然，您要是有难处呢，我就让家父去找邢大人给我讨个公道。啊，慢着。何总旗，这等小事就别叨扰令尊大人了。放心，本千户会还你个公道。北镇抚司总旗尹谦及手下小旗校尉与南司寻衅滋事，按律全数革职。三日后去兵部报道，发辽东萨尔虎充军。那在下就不为难大人了，告辞。收。
陈渊，在。我的意思，你懂吗？一切交给小的来办，不劳大人费心。陈大人，是何禄他们先。混账东西！何禄他爹是工部郎中，是天天陪皇上做木匠活的人。你爹是谁呀？啊！皇上赐给他爹免死铁券，就连东厂都要让他三分。你居然敢打工部郎中的儿子！你告诉我，谁能护得了你？谁能啊？陈大人，给我个案子，让我们戴罪立功。去了三二虎，我们谁都活不了了。大人，请留给兄弟们一条活路。活路？你现在知道怕了？啊？活路我已经留给你了，但要你自己趟。银墨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何禄仅仅身居总旗，又不是什么东厂阉党，就连卢千户都得让我三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这镇抚司里面啊，从来讲的不是什么拳脚高低，那看的是人情世故。哎，就你那哥，第一没出身，第二他太不解人情。他为什么不让你当小尉？他本就混不明白，再加上个你，死得更快。自己好好琢磨琢磨，还给他求上情。看看去，杀我！是你，卢千户的车，快，分队追！是。杀了我，你就会万劫不复。你可想清楚？放我生门，免你去充军，还许你百户之位，如何呀？如何？哥，是你。卢千户呢？下官陈渊，下官何禄，参见镇抚使大人。
卢千户卢大人死了，他还是魏公公的同乡。魏公公听了很是恼火，堂堂一个千户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嗯，那么敢问二位，下一位要死的是哪一位千户呢，还是百户？如今千户位已缺，上上下下都在物色，可是这人选，下官何路，愿领此案。下官陈渊，愿领此案。这领赏之事，二位倒是殷勤得很呐！啊，还是都避嫌吧。你，对，就是你。卑职尹谦，见过镇抚使大人。啊，你叫尹谦，这个案子交给你来办。大人，他是有罪之身。那叫戴罪立功。有困难吗？卑职万死难辞。嗯，都下去吧。卑职告退。敬大人。哎，谢大人。尹总旗，来，敬你。坐坐坐坐坐。谢大人。尹总旗，千户心死，锦衣卫正值用人之际，我一上奏，你的充军之令就此作废。等我接任了千户，明年的百户，我一定见你啊。陈大人提点之恩，尹谦莫齿不忘。见外了，来来，敬大人。哎，这件事儿可不是我提点你的啊。卑职明白。来，就要成为我女婿了，我女儿的画像可以不留了吧？大人放心，卑职已经妥善保管。待迎娶若兰之时，荣升百户之后，必定完璧归赵。何禄，这块完璧就架在火上，你要小心，千万别烫着手。大人放心。好吧，请向令尊大人问好。替家父谢过大人。邢姑娘，这都是您要的布料。好，那就麻烦您帮我送到府上吧。嘿，好嘞。邢姑娘，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姑娘。大人，原来大人是当差的。上次多谢姑娘搭救，尹某还有要事，先告辞了。哎，等等，
小春，上次我家小姐承蒙大人相救，还未拜谢大人。谢我？其实更想谢谢您的是家父。这么说来，姑娘还是想自寻短见，复出东海了。家父已经松了口，若是我能活着见见大海，岂不是更好？家父一直想当面拜谢您，聊表诚意。下月初三，不知大人能否来寒舍赏光？啥？啥啥啥啥？哥，这位是？我是他弟弟。那边一同来寒舍赴宴吧，无妨。行，肯定去，去去去，哥。邢大人还有吩咐。邢大人？您说的邢大人是？锦衣卫镇抚使邢大人啊。那便是家父啊。哥，他小姐是邢大人的千金。正是。这既是熟识，也免得尴尬。二位届时可一定要来寒舍赏光了。那就多谢邢大人和小姐。尹某还有要事，先告辞了。没想到邢府竟是如此清雅之地。尹大人过奖了。哥，朱兰小姐。老爷在佛堂，二公子可以先到客堂去等候。哎，邢姑娘，听说邢大人战力无数，能否带我们？说什么呢？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无妨，二位请随我来。哎，多谢若兰姑娘。小姐，老爷说过这……小春，你先下去歇着吧。可是，去吧。是。那有劳小姐了。这边请。好。二位大人请便。谢谢姑娘。谢姑娘。还是我爹最喜爱的战利品。若兰，爹，拜见邢大人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我女儿救命恩人你们二位啊。爹，二位大人说想参观参观您的战利之物，女儿就擅自做主。啊，无妨，都是自己人嘛。哦，课堂的酒菜已经准备好，快起来，二位。谢大人，来，跟我来。哦，邢大人，您这刀气宇不凡呐。这把刀
从一个逆党手中所得，跟我很多年立了不少的大功，好多年前的事了，都快记不住了。好吧，走吧，二位。邢大人，尹墨还有公务在身，先回了。啊，天色渐晚，案子可以赶日办吗？此案就算天打雷劈。 你了多少？我饮了五湖四海，我害了六合八荒。走走走，跟我回家。你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明明知道，你为什么就不杀了他？你回家说。走，你别碰我。走，你别碰我。走，我不走。走，我不走，你别碰我。 若兰，爹，您怎么还没食言啊？爹，想问你个事情。爹，女儿是宁死，也不会嫁给他的。可这到底是为何呢？两情不悦。 您也不希望女儿一生不幸吗？你果真不嫁？女儿宁死不嫁。好，好，爹知道了。 能杀千户，卢文斌，我说你怎么偏偏就不杀邢丽人，都是因为他呀。你喝多了，为了他，你连仇都不报了，灭门之仇啊！刘家上下130几口人的命，你就这么不报了？报仇之事。 无需你管，浩哥，我听你的，你给我个期限，何时报仇？我说了，报仇之事，无需你管。那就10日，10日之后，我要看到邢丽人的人头落地，否则的话，我就将我看到你杀死卢千户之事公之于众。当然。 你也可以杀了我，灭口。一墨，一墨，诗雨，一墨，一墨，一墨。
多亏是你办了林参议，要不这画还真不好找。纵然是何总旗，闯人宅邸也不妥吧？这幅画里边究竟有什么秘密？这我不能说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画里面画的是欺君之罪，我劝你不要自找麻烦。恭贺尹大人荣升百户，明儿一早上任。看来邢大人对你是厚爱有加呀。你不想让我当着东厂内官的面说说你私藏欺君之画的事儿吧？恭喜尹百户了。你想威胁我？邢大人，这可不敢。我只是提醒大人把原本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。若兰不愿意嫁给你，这岂是老夫能左右得了的？您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当初魏公公主理皇上选妃之事，若兰小姐沉鱼落雁，必定伴君左右。您舍不得爱女入宫，又怕魏公公私自留若兰小姐侍寝，这才让我把话偷出来。您是答应把若兰嫁给我，我才这么做的。如今若兰小姐安好，您不认账了，真是贵人多忘事儿。何总旗，你说了这么多，就不怕出不了这门吗？邢大人，本来我偷偷把若兰小姐的画像从众多绣女图中偷出来便可，可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又偷偷放进去一幅假的。你说这时候我爹要是跟魏公公通告一声，这人跟画他能对得上吗？何洛，这船要是翻了，你也得下水。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林孝叔干的，我下不了水。啊，就算船翻了，这画是假的，但我家的免死铁券可是真的。邢大人，想要这船不翻也简单。尹谦的百户给我，明年保我做千户，下月初三我来府上下聘礼，您就准备好若兰的嫁妆吧。这画给您留下。时日大限，
你的金罗刹，我把我的灭门咒，你我今天割袍断义，你不再是我哥了。啊！啊！
卢千户卢大人真是尹谦杀的？绝无戏言。这可是大事儿。哎，你为什么跟我说呀？琉璃厂外的巡夜签，给我一个月。邢府外那条街？是。为何？不为何。给我巡夜签，我给你做人证。尹谦定难逃其罪。哎，我凭什么信你啊？他可是你哥。大人，谁愿一辈子只做个校尉？凭什么他能做百户，我不能？这样吧，一会儿你去领个文书，巡夜这种活他们巴不得有人替呢。是。大人，召集兄弟们，捉拿反贼尹谦。是。此事一定保密。是，大人。大家去休息吧。是。是。尹木，赵玉的路你熟得很啊，走吧，尹百户。何大人，我这儿有一样东西，想请您看一看，想必您也熟得很。我什么都不想看。我今天就要看看你。你们先退下。总旗大人，退下。这儿太黑，还是进去看清为好。我爹人呢？令尊未曾上刑，狱里的酒肉也已备好，何大人一会儿便可探望。行李人敢动我爹？他不怕我爹在皇上面前参他一本？行李人的意思是先斩后奏，死于非命。令尊的命是我留的，行李人那边，令尊已经死了。你为何帮我？我需要一样东西，便能保令尊周详。这东西在我注册库吧？不错。屡屡进我注册库的人也是你吧？行，我与你斗了三年，没想到却是你救了我。说吧，你要什么？前任镇抚使刘其忠灭门的案宗。这是行李人钦定的案宗，锁在我注册库单独的机要处，你肯定偷不到，而且要行李人亲笔文书才能去。这事儿应该没几个人记得。就是可怜刘家上下130多口人命啊。哎，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是刘家后人？我并不想与你为敌，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。只要你肯帮我，我保证令尊安然无恙。
何大人，尹谦是否下狱？大人，由我作证，尹谦定难逃其罪，你可别背他。何总旗，走吧。 干净了，回大人，都干净了。哦，对了，若兰最近总问起你呢。我，好，起来吧。回去吧。是。 昨夜何总旗夜入注册库，今日又莫名被你带走，我就知道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尹墨，我看了卷宗，万历34年。 丙午年，刘其中领锦衣卫镇抚使之职，娶妻房事，育有独子一人，明末再无其他子嗣，嫡只生了一个孩子，那就是我。你到底是谁？ 捂着我的嘴躲过屠杀，是你把我从死神堆里背出来，还是你带着我远走他乡一路乞讨？可是那时我还小。你说你是我哥，我就认了你20年。你迟迟不报仇，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仇要报。 你骗了我20年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弟弟。好了，我告诉你，尹谦，不管你是谁，行李人。 迟了，回大人，现在已经虚实了。何人在此？邢大人，涉地醉酒。 惊扰了大人的车驾，望大人恕罪。尹谦啊，别动，不是就好。那早些歇息吧。是。
逆贼尹默，刺杀邢大人，宋昭玉。大人，宋昭玉。是。尹谦，我要杀了你！走，我要杀了你，尹谦，我要杀了你！哎，邢姑娘。掌柜的，今天怎么不开张了？今天呢，本店歇业。邢姑娘，要不您过阵子再来？我先去把牌子挂出去，再回家。哎，本想一了百了，随此和东流入海。想必那里是个没有烦恼的地方吧。在这乱世，我刀剑舔血就是为了活着，多一口气，变得冤一个冤。作剑嫁衣，够用吗？爹，女儿想求您准了我和尹谦的婚事，望邢大人成全。爹，如若你以后负了若兰，我会要你好看。谢邢大人。我知道了，你中意这把刀。等你们成婚之日，我会把这宝刀作为嫁妆送给你。多谢邢大人。谢谢爹成全。转千回，执念不息。愿可心间能与天齐，了情几多情意，却难再续。只因心不由己，生生记忆如梦叫醒。上下的引领，保佑尹谦。只叹一句不易，身入陷阱无可逃离。
吉时已到，新人拜堂喽！一拜天地。到底是什么人？金罗刹大人，20年前，刘其忠一家灭门惨案。啊！灭门惨案！各位都在场吧？灭门这……今日贼人聚集，我尹某人带你们回忆回忆。封门！不关你们的事，大哥，我不知道你为何这样，但你救过我们的命，我们就不能这样看着你送死了。兄弟们大恩，我尹谦来世再报。
哥，何总监，跟你哥斗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他替你背负着这么大的血海深仇。 现在想想还挺惭愧的，怪我太狭隘。人生在世，能有他这样的风骨和气节，值了。你哥给你的信。
逆匪祸起，残害忠良千户卢文斌，镇抚使行吏人命案震动朝纲。今乱党尹谦已死，锦衣卫尹默大义灭亲，功不可没。特封百户，拜六品武官，以资加上，万望不负。宣尹默进前。秦姑娘，咱们出发吧。